拍安安的一天。嗨，爸爸，你要不要跟他玩？安安，早安，要不要来找我玩？找爸爸抱抱好不好？安来，爸爸，你要找谁？找吗？他直接略过我，他只是拍拍要找的是。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手机又不会喂你喝奶。安安来，来，他还是要手上的手机。嗨，他很开心。不可以吃他。安安现在已经七个月啦，除了蜂蜜还不能吃，其他都可以吃了。蛋也可以吃。先吃蛋黄，就是蛋黄跟蛋白要分开。那我去准备他的副食。借我一下下好不好？给住，看不见了。哦，是安安的副食品，所以它是有枸杞，然后有白饭，也太大碗了吧？红萝卜，哎，爸爸抱，去吃副食品喽！好可爱哦，你要吃饭饭呐？好的，枸杞蛋黄粥加了蛋黄进去，哎，安安吃饭咯，好吃吗？吃到鼻子去了，妈妈帮你擦擦。我帮他打碎一点，他比较好吃进嘴巴。来，我打开嘴巴了。来，哦，对，好乖哦，摸摸头，很棒。你根本就趁他在笑的时候塞进嘴巴。为什么嘴巴不闭起来？到脸上了，来，下一个，好可爱呀！大什么？这边有小安安，看到小安安了吗？在亲他哎，待会阿妈来喂他，好棒好棒！阿妈要用飞机的方式喂他。要起来，生气了，崩溃的宝宝吃的身上都是。啊，妈妈抱，我们来带他洗澡澡，因为他吃的整个脸、衣服都是。洗澡喽，安安。要洗头是不是？宝宝还舒服吗？借我手手。手指缝都要洗，因为它会乱抓东西。要逃跑了，逃走了，逃走了，都逃走了，洗好了，都煮好吃吗？是。都不吃饭，一直吃手指，去房间。走啦。洗好澡啦。还要下去，这是选哪耶？你觉得它会哪边先着地？啊，脸着地了。用手去摸了，看枪有没有危险。他慢慢的，哎，他自己慢慢的嘞，他不再像之前一样。滚的。你进步了，你不会再头着地了。安安应该想睡觉了，我们来哄他睡觉。我们来睡觉好不好？我们要使出我们的绝招，吹吹吹吹。就在我们刚刚手忙脚乱的时候呢，阿妈把安安哄睡，给你好好睡觉哦。安安，你睡醒了。结果安安睡没几分钟，哥哥加油，弟弟要喝奶了，来，给你照顾弟弟吧。弟弟来。来，弟弟来都是有奶奶，奶奶，奶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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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乖，好乖。妈妈带你去散步好不好？我们去公园散散步。好可爱呀、好啦，我们跟哥哥一起去公园散步吧。好啦，我们出门要戴太阳眼镜，保护眼睛。好帅哟、哥哥，你看你好帅哟、太阳都怎么变天黑了？天黑请闭。那你啊，好可爱。好，戴下来，天黑了。走不到五分钟的路，弟弟就睡着了。对啊，好了，让他晒个太阳也好。跟弟弟去散步吧。我也要坐婴儿车，因为那这里好热。坐婴儿车还有这个车。整天在家吹冷气打电动，偶尔要出来晒晒太阳。哇，好热！好，我们去买冰来吃。关注哎，吃冰吃冰。吃冰睡醒了，妈妈们去买冰了，我们在家里等她，等一下就回来。嗨，妈妈回来了。哎，为什么回来就醒了？对啊。我们买了什么？好，我们现在来吃点心。这个是恩妈的，这个是恩爸的，然后这个呢是安安的，他非常的爱吃香蕉，然后就是用刮的，这样就可以喂他吃。好，抢汤匙。好，来自己吃，自己吃，好棒啊！自己吃，好乖。现在是吃东西时间。目前他最爱就是苹果泥跟香蕉泥，然后饭呢就不太要吃。好，他想要吃这个。给你玩，可是这个没有喷酒精，这是外面买回来。哈哈哈哈哈！不要哭了。脑袋很崩溃。很喜欢这样子，为什么可以秒哭秒笑？秒笑啊！喜欢开心啊！这样子，直接抢哎！对啊，他喜欢吃这个。看起来很好吃。好，吃香蕉。他已经吃掉快半条了。今天吃蛮快的。自己塞，很厉害啊！你会定位的，很棒。啊，可以还我汤匙吗？不然不会增加香蕉。我觉得应该要一只汤匙给他玩，那我就两只汤匙。这个是喂那种小口一点，然后这个是比较喂水一点的。妈妈抱抱，弟弟现在很会探索。早安来。超大一个的，弟弟在吃玩具。啊！煮好了，他是敌人。为什么是敌人？你的玩具很弱，都是掉了。他有蚊子的，但是他是用来转方向的，他其实根本不能前进。好啦，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。好了，老师，我们要下课了，下课。喜欢恩恩恩，记得按订阅，恩恩恩。